球协会林依南秘书长为选手们颁奖。现在颁发的是一般男子团体组第三名，中原大学。与选手们一起合照。为选手们颁奖，并恭喜得奖选手。选手们一起合照。
现在总报告十一点钟赛程公开女双，北市大学杨竹云、詹佑珍、国立体大林之云、汪玉桥，请至选手集合区。Thank you.
竞赛总报告：十点钟赛程，公开男团北市大学国立体大体制选手结合区。
报告，请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前三名得奖选手尽速至台前来准备颁奖。我们现在要颁发的是公开男子单打第三名国立体大赵腾勋，请上台。第二名国立体大戚佑仁，请上台。一名北市大学廖卓福，请上台。恭请国立体育大学邱炳坤校长为选手们颁奖。
我们邀请邱炳坤校长与选手们一起合照，选手请站靠中间站走。感谢邱炳坤校长为选手们颁奖，并恭喜得奖选手。队员哦。